一湾椰影三面海，水穷天地处处花。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海南三亚，不仅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更有着源远流长、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。带着崇敬与好奇，我们叩起三亚文化之门，探寻崖州魅力文化。崖州地处海南省三亚市西部，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天南海北的各族群流民官吏迁徙而来，在此定居生活，形成了多元的边疆文化，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琼南地区的文化中心。几百年来传唱不衰的崖州民歌和起源于崖州狼点村的黎族打柴舞，均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思念其心水梅花，热流游人金对波。千年古调墨野飘香，万言长歌天涯颂唱。朴实自然，韵律严谨，情感真挚，意境优美。歌者眉飞色舞，神采飞扬，听者点头称许，击节叫好。这便是古崖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民歌中的诗词《崖州民歌》。崖州民歌起源流行于古崖州属地，是一种以当地乡土方言咏唱的民间歌谣，是先民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抒发感情、唱诵美好的民歌，是樵夫平民、渔翁百姓之歌。唐宋以来，海上贸易空前繁荣，海上丝绸之路的打通为崖州带来了大量外族人口，各族之间为便于日常交流，形成了古崖州独有的方言、乡音、客语，也为崖州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。崖州民歌的上外学生对讲，那呢就也沙溪鼓是一个讲给传统给上外。七之年的张远来，如今依旧秉承着传承的使命，在宣传弘扬崖州民歌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奔波着。崖州民歌是崖州当地的方言乡音的这种产物，它跟这个其他民歌是有不同的地方，而这个不同的地方正是崖州民歌最有特色的地方。只要你懂得海南话，能够把崖州民歌看懂了，能够用海南的方言很畅顺地念出来，它就可以自然成歌。带一晚安锦绣啊湖高金啊漂亮茉莉啊。崖州民歌曲调优美动听，演唱风格中的咬字吐句、旋律润腔，更体现着乡音方言独有的韵律美。崖州民歌的唱腔可分为五种：长篇叙事歌唱腔，俗称大潮歌腔。这种唱腔可用崖州乡音民乐曲作为伴奏音乐，乐器用二胡、三弦、笛子、扬琴等，搭配悠扬的唱腔，有着说唱文学之美。心要叫回来过乡。
歌腔，俗称风流腔、达歌腔，是长歌常用的基本唱腔。歌手在对歌时一般先拉长腔，这种腔调空旷抒情，很有特色。斜水的谷底到南岗江，摇篮歌腔是最通用的唱腔，多种内容都可以用摇篮歌腔展现，这是每个人都熟悉的唱腔，人人都在摇篮里听着母亲轻吟的摇篮歌长大，这种腔调情意浓，爱意浓。特殊句型的唱腔包含有离情数别、重音续唱的三七句，以及到第三句时采用多句叠吟，最后一句才押韵作结的叠吟长句唱腔。这两种特殊唱腔使得崖州民歌情真意切、意韵悠长。崖州民歌他从小伴随了我生活，我老爸就是教育我怎么来做人为人，就是从民歌，他说不是用这么白白用民歌来唱来说的，基本上每个月都回来了有一两本这么厚厚的手抄本，一本就一两万字的，用毛笔来抄的，抄得很干净整齐。所以我从小呢看到我老爸写字的漂亮，因为他读给我听，我的哎，这个歌是不错了。歌本作为崖州民歌的承载体，在发展推广过程中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。崖州民歌的吟唱无需唱谱，会说客语便会唱崖州民歌，按照客语的发音诵读歌本便可唱诵。从他的歌词，他有很多的孩子唱的摇篮曲啊，是有教育意义的。他有教育我们怎么做人，怎么珍惜时间，还有我们现在写了一些歌，有关什么戒毒啊、遵纪守法啊这方面的内容，以后的传承工作也需要我们这些孩子来做。我们学校也有崖州民歌的课程，我也特别喜欢崖州民歌。如今，在崖州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，崖州民歌不再被束之高阁，创新性地将崖州民歌与广场舞相结合，展示着崖州民歌别样的风采。黎族文化也是海南文化的特色品牌和文化亮点，勤劳勇敢的黎族人用打柴舞解读生产，记录生活。打柴舞，黎语为转唱，是海南黎族民间最为古老的舞种，它起源于古崖州地区黎族人民的丧葬活动，表达着黎族先民对生命的尊重，对逝者的道别，如今已演变成为黎族人民最为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，被誉为世界罕见的健美操。打柴舞就是从丧葬文化里面发展过来，就是有丧葬它就有打柴舞，没有丧葬它一般不跳。哎，那家人有摆设了，大家的晚上会集中在那里，大家跳舞打柴舞，减少一些悲痛。2006年以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项目以后，哎，他慢慢就开始能够上舞台，展示给外人看的。打柴舞由与黎族生活息息相关的木棍与电架组成，
一般在平整的地坪上进行。平行摆开两条方木做垫架，垫架上横放若干条手腕粗的长棍，持棍者双手各执一条木棍的尾端，相向而立，交叉拍击。木棍间碰击出有节奏低沉的声音，称为打柴。舞者跳入木棍中，来往跳跃蹲伏，模仿人类劳动状况和各种动物的动作及声音。打柴舞由平步、磨刀步、茶绳小步、黄金步等九个相对独立的舞步组成，舞蹈节奏强劲有力，动作古朴粗犷，生动形象，艺术感染力极强。在开河之中跳跃一生的黄家靖也是年逾耄耋，岁月苍老了容颜，却磨不灭他对黎族打柴舞真挚的热爱。那打牌那家的家，打牌那家都是给黑人老阿家喽，打牌那都是给高汉婆汉，叫汉高六高梅高汉婆来来把班黑的船来黑的喽，现在个带个带来黑，现在用这个。lượm ví dụ khất kha cho cái đồ làng lái đồ phát đai này ví dụ đồ cào cái giống mưa đồ để cào lắp ở bàn mưa cào phu ở bàn. Lý Tổ 打柴舞在传承中不断普及和发展，并被赋予了新时代深远的含义，使得孩子们更有兴趣参与其中，在感受节奏魅力、增进审美情趣的同时。更是在传承着黎族人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，生生不息地延续着黎族特有的民俗文化。听岁月悠长，品崖州古韵。崖州民歌与黎族打柴舞是崖州人民千百年来生活历练的沉淀，表现着朴实的劳动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，是崖州历史的活化石与传统文化的活密码，亦是古崖州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悠悠崖州灿然千年，而今古老的崖州古城依旧矗立在这方水土之上，守护着一代代崖州人歌尽人生悲欢，舞遍世间百态。